你非要喝醉吗？我要喝醉。我爸爸请客的时候，他会当着所有的人挡我一耳光。今天是我的好朋友小琴请客，我能不痛痛快快的喝吗？小飞，今天不是我把你摆平，就是我躺在你的脚底下。算了，你不是我对手，你躺上去有什么意思？嗯，再说今天给你送行，你是主客啊，喝醉不来求。哼，最怕的就是这两个字。李红，这杯我敬你。我知道你比我更怕提到这两个字。什么字？送行，是吗？你醉醒了还不是酿吗？吃点东西算了。这样好，我们先开始，不要喝了啊，我们吃。这摊子上的担担面，你通通吃完的话，算我请客，好不好？不要喝了。不是吃担担面，我要喝酒，喝。老板，再来一瓶呗。来。我们三个先干一杯，然后我再跟你干一杯，然后我们两个再好好的干一杯。来，大哥，先来喝一杯。因为我弯弯离开了你，现在我又要离开你。弯弯的事情解决了，真的解决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？你是不是在安慰我？先吃东西，我等你走了以后才去接他，省得他看见你走难过。这杯我就敬弯弯，不要喝了。喂，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。啊，一定要喝是吧？对。来，给你。这儿都是你好朋友啊，这是名单，一个一个敬，你敬个够，你敬啊。对。向老伯，我敬你。好了，老姐，我敬你。这杯，这杯。
好了，没有人了，不喝。李文凡，我最佩服的李文凡。最重要的，我最后还忘了一个，全世界最没出息、最不尽责任的人。 敬我自己，不能再喝了你。来，老板，好了好了，走了。老板，多少钱？老板，酒。 老板酒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老板酒，那我喝，我喝。你不够朋友，喝够朋友，喝不过瘾。 吓一跳，怎么了？吓一跳。嗯。啊！哎呀，哪里的？哈哈。不不，是我不好，拖着灵球多喝了两杯。不要替他找借口，你回去吧。告辞。嗯。夏小姐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喝酒呢？ 出国，心情不好。出国？多少人想出国深造，想都想不到。你为什么要用男女的感情把他牵住？你看成他这种样子。哦，哈哈，哈哈，一红，一红，哎，一红，我来。 一号，今天几号？十一号。爸爸，我坐几号飞机走啊？14号。14号。啊啊。 大海，哎哎，夏夏，大海，哎，我还有几号到十一号啊？到十不到十，我要走啊。哎，夏夏，嗯，这样吧，我回你到房间去休息，好不好？我问你们，还有几号到十一号吗？还有两天。 你还要打我？我不看你醉成这样，我非揍你一顿不可。爸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你要想揍我，爸，我更了解。
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一红，你从来就没有想接受过我跟他的婚姻，爸，为什么？我老实说，爸，全世界我只爱一红一个人。早就想说了，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我，也没有半个人尝试的来了解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分开我们？立功，为什么？我不懂。回房间去休息一会儿，我先走了。不能走，好，你不能走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再待在这个牧场上面了，玉红。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。好，回房去休息。乖乖，我求求你。去休息。大海，大海，我拜托你，大海，我走了以后。一口，你好好替我照顾，我拜托你，这种话，答应我。以后，不要走。我到今天我才真正了解一件事情。小雪回家，把林秋扶到屋里头，是，我让酒醒了再跟他算账。我喝，我喝，我喝。下一场，一哥，一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牧场了，一哥，我要一哥，一哥。热总，我送你回去。
你能站起来了？嗯。那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走了？是啊。恭喜恭喜。老弟。啊。我好了，你呢？我昨天晚上是不是醉得一塌糊涂？吐了一夜。对，嗯，没骂你吧？你呀、啊，谁都骂了，除了向一红。哎，咋了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好像十二号了吧？十二号，后天就要走了。是啊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好多事要办。哎呀，你这样急急忙忙、乱七八糟，你能弄出来什么呢？你告诉姐姐，你有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帮你做吗？啊，姐，你看，我要去看怡红，我要陪她玩。好了好了，别拐弯抹角了，你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向怡红，看向怡红，看向怡红，对不对？姐，嗯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要我做那么多的事，我怎么能够来得及呢？哎，好了，你就别在这耽误时间，你就快去呀，快走啊！在曾家吗？那我们就到曾家去看他。嗯，快嘛，带我去看弯弯嘛。嗯，哎呀，我要看弯弯了。嗯，你还是有点酒味道。我没有喝酒嘛，我哪来的酒味？你不喝酒也不可以到曾家去。谁说我不能去的？去给你看。哎，林秋，林秋，我也去。五分钟，然后就换衣服。我们五分钟以后一定要到曾家门口，快点。哟，我不行，太重了，我抱不动。嗯，完了。现在搞什么名堂？嗯。妈早。我们只是来跟我未来的女儿道别的。简直是胡闹。我看夏林秋是来向我们示威的吧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已经让他们吓一跳了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就叫吓一跳嘛。叔叔还要让你再吓一跳，我跟妈妈是来接你回去的。真的？嗯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您不是已经答应让我们把弯弯带回去的吗？你是这样告诉他的吗？我跟弯弯两个人，至少要有一个留在怡红身边。如果您现在不答应让弯弯回去的话，那我只好被迫不出国了。所以我现在希望了解一下，您是不是可以让弯弯回去？妈早答应了，你不要找借口不上飞机。弯弯，你在这再多玩几天，我过几天接你回去。孙子呢？奶奶。夏林秋，我看、我是。答应怡红接弯弯回去的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，弯弯还要上学呢。奶奶，我今天不用上学。胡说，让姑姑带你穿制服准备上学去，快去走。不要嘛，不要嘛。
走。妈妈，你要听话，你再不听话，我们下次不来看你了。婉婉，下一次你再看到夏叔叔的时候，就该叫爸爸。其实也没关系，等我回来再叫也可以。来，吓一跳，叔叔一定会每天都想你，只要你听话。来，先亲一个。走走走，换衣服上学去。哎，你们明天一定要来看我啊！再见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婉婉就会长大。明天是我们俩最后能够在一起的事，所以我希望明天能够带你到一个最好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关渡、淡水，还是火车上？你猜不到。这就是你猜都猜不到的地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四大皆空。啊，四大皆空。闭上你的眼睛，运用你的想象力，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现在正在一间起坐间里面。这个屋子里面呢，地下铺的是翠绿色跟翡翠一样的长毛地毯，铺满了。四周围的墙上面全部放的都是镶进去的那种翠绿色的玻璃瓷砖，透明玻璃瓷砖。这一面整面透明的大玻璃窗，你看，在这个阳台上面，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享受白天的阳光，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星星跟露水，让它们洒到我们一身。阳台上面种满了各种的兰花，这个兰花每一分钟都可以传到客厅里面，阵阵的清香，客厅每一个角落都是兰花的清香味道。整个屋子呢，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地方摆一个很小巧很精致的壁炉。厨房里面这个时候正在传出来阵阵的清香的味道。是什么？老人茶啊。一红，你在我心里呢永远不会变老。我厨房里面煮的全是你最爱吃的蚵仔米刷。吃完了面线以后啊，我们就开始叮一按电钮，整个屋子就传出来了自动音响的声音，屋子马上就变成了一座音乐城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翩翩的起舞啊，然后呢跳得太高兴了，我就可以顺着阳台在兰花中间把兰花搬开，我就唰就滑出去了，跳楼啊。我们的卧室在这个地方是淡紫色的，弯弯的房间呢在边上黄色的，还有我们的厨房地下铺的是白色的瓷砖，然后四周围的墙全部用鲜红色的，最后我的书房是米色的啊。叶红，相信我，这一切都不是梦想，总有一天我会实现。叶红，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等我回来以后，你不但会看到这间屋子，而且你还会一辈子跟我住在这间屋子里面。
我一定会给你跟弯弯一个最温暖、最舒服的家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实现。等我回来。您在找什么？我找一份伪江府里的资料。找着了吗？谢谢总经理。你应该谢谢楼上的秦先生。哎，留一张纸条给你。他弯弯打电话给你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很想你，也想吓一跳叔叔。我现在把这个资料拿给江副理啊。哎，曾公馆，请问老太太在吗？一句话好吗？弯弯离开了你，林秋也走了，突然之间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是吗？其实弯弯是你的女儿，谁也带不走她。林秋人上了飞机，可是心根本还在这儿。你不是每天还收到他送的花，还有他的关心吗？我觉得你比谁都幸福，因为弯弯跟林秋永远都是属于你的。秋，他要娶的吴文七是这么样一个女人，他不但娶了个老婆，而且也做了一个县城的爸爸。孙先生，夏小姐，我是由衷的佩服他。他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，在美国，像他这种人。如果说娶了个像年纪大的了，或者说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呢，甚至于说带几个孩子的人呢，这都没什么，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。孙先生，你并不认识这个怡红，请你不要随便批评好吗？伯母，这个您放心好了，
这个我不像你那些亲戚朋友一样啊，对这件事情大惊小怪的脸上很多表情。这其实在我呢，个人的思想各方面总是很开化的，而且也很开明的。哪怕是说离过婚的啦，或者是寡妇啦，或者说没有离婚的啦，只要说两个人在一起情投意合，感觉到划得来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哪怕是他们结婚也好，或者同居也好，这个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你赞成，你喜欢，你可以去找那样女人。我女儿是最保守的好女孩，你嫌她不够开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去找啊，没人逼你呀、啊。你可以管管你自己的事，关于林秋的事，你用不着过问。夏老板，大爷，那个小刘朋友想留不舒服，我想把他送下山去看一看。您有什么东西要带的话，我可以带上来。正好，把孙先生带下去。啊，夏姐，我。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跟我爸爸的生意做不成了，你觉得划算，我们不觉得。送客倒还。是，这个对不起。那夏伯母再见。再见。小姐再见。妈妈又白盼了。夏小姐，我没有时间喝茶。你看我们是现在谈呢，还是等到明天我派人接你到牧场去谈呢？现在吧。林秋已经走了，我希望能够跟你坦诚地谈一谈。谈什么？你们的婚事。如果是订婚，我们已经订了婚了。如果是结婚，林秋刚走，太早了吧？我刚才说过，我希望跟你坦诚地谈一谈，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我对你们家一直都是很坦诚的。夏小姐，我想你也知道，我一直不赞成你们的婚事，也可以说，为了让林秋顺利地出国，我才勉强同意的。您有话请直说吧。我一再的考虑，我已经决定解除你们的婚约了。